这不是水中八足电鳗吗？真的，我家没有，我有。老公，我要吃电鳗汉堡。这可是水中霸主电鳗，连鳄鱼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快点把它放了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吃。什么东西你吃什么，这就服你了。好吧，你等一下，今天用掉了20多斤的电鳗，给我老婆做一道不一样的美食。先给她来个全身按摩，再给她洗个冷水澡，把鳞液去掉，片出鱼肉，剁成鱼蓉，打入公鸡蛋。老公辛苦了，过来吃点菠萝蜜。哇，金灿灿的果冻，我来尝一下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婆，这个菠萝蜜又脆又香又甜的，应该很贵吧？不贵，我们仓库刚回了一车菠萝蜜，个位数一斤，还给姐妹们包邮到家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链接已经放在左下方了。喜欢吃菠萝蜜的，赶紧冲吧！切成两半。摆上生菜，挤上沙拉酱，来一些番茄酱，盖上汉堡。老婆，七五八的电鳗汉堡做好了，我们来尝一下，吃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公，这个电鳗汉堡太好吃了，好吃吧？记得关注我。谢谢刘德登，你们来吃。哎呦我的妈！